主料：南瓜500克，笋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食材：笋、南瓜。南瓜因为很嫩，所以我皮没有去掉。南瓜切好，热锅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南瓜，加入和南瓜一样平的水，加入笋，加入适量的盐巴，盖上锅盖滚5分钟，滚到水收干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笋是我提前炒熟的，所以不用在南瓜之前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AOI